好，这里上来 Radio 中国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现场特别来宾已经到了，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呢、啊。这已经进入了四月了，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这个清明的时节啊。那除了这个雨纷纷之外呢，对于食安的疑虑跟恐惧，那么一直存在。那对于四月份的风水有什么该留意的？我们今天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好，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居家风水达人李昭颖，昭颖老师你好。玉芬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连假愉快啊，已经过完了。哎，可是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觉得不太愉快耶。因为其实我讲过说今年辛苦年、因为光年干甲干，我们讲说食干化忌甲干最毒。所以那时候就会讲说今年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灾天灾人祸。所以变成说那大家就要慈悲心啊，或者是你能够去多为别人想一想啊，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我一直记得你讲，就是说有很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问题啊。因为上个月是一个叫做丁，因同机聚，就聚门化忌。那我们讲说聚门是嘴巴嘛，所以嘴巴就是两种状况，一个是出来的祸从口出，然后呢再来就病从口入，所以那时候就变成了因为上个月回顾二月的时候是苏丹红啊，那时候我们讲说还会有更严重的。哎、欸，你看苏丹红的这个食安风暴，然后大家只有说哦，营养午餐停止用这种辣椒粉嘛，啊，那你其他查不查？胡椒粉查不查？咖喱粉查不查呢？你现在给我们一个交代了没有？没有嘛。而且还不止哦，你看哦，像如果大家比较敏感一点，有在吃一些所谓现在很奇怪，变成说。大家都会去年纪到了就开始会吃一些保健食品，什么叶叉树啊，益叉菌啊，然后红曲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那日本小林制药就出事情了，所以变成那我有几个学生他们在经营药局的，他说哇天啊，翻掉，每天早上都有好多家药厂代表来澄清，我们没有用小林制药的什么，然后干嘛，然后点一点要出事那个。所以问题是，你看像某公司，他就是说那个苏丹红的部分，他们就自费验了好几百万，然后都没事，都有事，所以他就不用，所以大家称赞之余，发现出来他们有一个胡椒农药没过关，所以就说，那所以现在人怎么可能不生病呢？对，然后像宝林安也是查了一个像我看高大臣啊，法医高大臣啊，他就很无言嘛，他就觉得说你们那个都已经太慢了，然后就一些病理学家跟细菌学家说，哇，这个如果我办法在这边培养出来，就已经可以当院长了，等等之类的。好，那终于就是在那个刀具啊、砧板的部分呢，验出阳性了。好，所以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大家所以是清洁的工作没有做好。还有大家都，我觉得台湾人或者是亚洲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有一个东西能用就不丢，所以变成那其实很容易出事的状况是在，尤其在某些国家，砧板都不换的，然后呢那个竹筷子木筷子都不换的，所以其实它很容易会有什么黄曲毒素，那黄曲毒素感染的话，少数的黄曲毒素就可以直接引发肝癌，很可怕，你可能慢性肝炎三四十年可能没有什么状况，可是黄曲毒素可能一个月或半年，那也就直接肝癌末期。所以大家定期要做筷子的换掉，如果你是竹筷跟木筷的话要换掉，然后呢砧板的部分一定要生食的砧板，对，分开，熟食的砧板，水果的砧板，而且要注意，就是那个刀具跟那个砧板，有些不是木头的，有些是塑胶的嘛，那你就要注意说会不会有塑胶的屑，好，所以现在都有那种很多那种医材等级或什么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家庭你可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管理啦，那当然有一些餐厅啦，齁，就是餐饮店，他们也很重视那个清洁跟卫生啦。所以那我觉得那个稽查的动作其实蛮重要的，内稽内控啊，外部的稽查。很慢啊，就没有办法，为了省钱嘛。那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我家的部分，我们是用304不锈钢。
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一个不锈钢的部分，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变成它很滑。对 对, 对，像我爸就没办法，那个筷子啊，不太有办法用这样子。那我们即使是304的不锈钢的餐具，我们还是会定期煮沸消毒。对啊，可是我说餐厅啦，餐厅真是无良啊，因为说实在的，对啊，你如果才刚报完，那又报新装仪品，前几天又报新装仪品啊，你看326、327这两天62个人不是9人送医，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讲说九五子黄毒药零工对口修厂，所以不是只有食物，包含了药品，这是不是只有台湾，连日本连中国全部都中，所以变成一堆营养食品的部分，他们都要去说政府公布有使用到什么小林制药或哪家制药的营养健康食品有哪一些，哪一些没有，没有的他们要去澄清，就造成民众的一个恐慌。我妈连木耳都不敢吃了。对，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去香港买的那个鼠耳跟云耳跟什么，你还有剩吗？还有什么这样子？对啊，那因为有一些他们会觉得说，我储存越多年越值钱，比方说老陈皮，对不对？然后什么那些东西，要保存良好啦。对，他们就要定期，比方说几月的光，几月几号的光要去晒过，然后再理整理过，然后再弄。所以我觉得说，大家真的要注意呀，外食真的要很小心。可是这一次的部分会变成它几乎是避无可避，而且。包公司谁会知道是百货公司的，而且还不便宜耶。对，然后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没事就去吃个饭。我听到最难过的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出去吃个饭人就没了，这怎么会这样呢？对啊，这就是这个实在让人家很感伤的。我真的觉得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实在是那种惶惶不安啊。除了这种食安的问题，你看刚刚讲苏丹红，一直到那个宝林茶室，一直到你刚刚讲那个新庄嘛，还是对哪里新庄的饮品餐厅。对，你看这种食物中毒的事情，还有那个保姆虐童的事情，你看现在谁讨论了？凯凯这样子，对对对，妇联盟，所以我变成我还是要为社工发声。那当然啦，因为我觉得社工，你看他的资产，他有结余48亿，那48亿的部分，如果扣掉大额存款的利息之外，银行是这样，你超过一个额度的存款，你利息是下降的，不是上升这样子，足够你有。充足的社工的人力配置，那为什么你们这样子是在不作为吗？像我有一些朋友嘛，一些身心灵圈的，一些社工圈、諮商心理圈、师圈的催眠师圈，他们觉得说，现在的一些福利联盟或者一些慈善机构在贩卖可怜，在贩卖贫穷，在把每一家、每一站的那一些慈善单位当成连锁店在开，所以他们社工就说早晚要出事情了。去年我们就在讨论啊，所以这一次而福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意外，好，但是就会有两个观点。我觉得社工当然也有那种你业务过失或者是你比较不良的，我觉得相信有，就像记者嘛，我自己是记者出身，我必须也有讲，也有大牌记者、认真记者、好的记者，也有混的记者，没有错，以前还有讲乞丐记者专门要钱的也会有，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个行业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但总是有几个少数那种真的是老鼠屎。像好啦，像以前那个哈利波特第二集的时候，然后电影公司本来要找我代言，那我就说我不要啦，那但是我去看首映会，然后就是给记者看嘛，然后我也拿到一份，就是他们的那个新闻稿我都帮你写好了还有一个红包，就怕你不发稿。哎呦，因为他们怕说哈利波特你不这样子他热度炒不起来。拜托，他热度有多高啊？可是第一集还好，第二集的时候，第二节说，你看，要里面要有新闻稿，还要红包。哎呦，真是电影公司也是很可怜。尤其我现在，我又斜杠那个电影策划，我决定不放红包，不放名纸，这是太难过的事情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放护身符。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李昭颖昭颖老师来谈一谈，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更希望我们的主管机关不要因为说你可能要这个下台一鞠躬了，可能要这个有一些阁揆阁员的一个变动之后，你的职位也变动了。我真的奉劝大家勇敢的去做一件事情，是让大家能够记得你怀念你的，该重罚的就重罚，该换人的就换人。你俄服联盟的那个董事长现在都没有人去讲他任何的一件事情，底下杯啊。那我觉得虽然说数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但你也不能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嘛。那我只能四个字送你，死位数餐。嗯，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说，那你的社会责任在哪里？对，你要不要负社会责任啊？不能。我觉得这些社福利机构不能作为酬庸之用途，我真的再次呼吁。拜托，我们有那个多少的那个主管都是酬庸啊，对不对？国营事业，我觉得就，可是在下层的人无辜啊。我们一直在做国外印度的一个阶级翻转的部分，可是台湾的阶级翻转呢？嗯。你看嘛，不管现在政府换了谁在做啦，好，然后呢，就算是这政党我又不想讲了，嗯，觉得政治其实都臭毛毛，不想被供啦。但我觉得，你看数位发展部被开枪了，你卫福部现在做的怎样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看到保姆的事情，看到食安的问题了，民众的一个无奈，民众的痛苦，你们。是官，但是你们是人吗？没关系，还有九个月可以让大家打仗，这个时间会延烧，而且还会再扩大。你不要吓死人好不好？还有后面还有更可怕的，今天最软的就是时间问题扩大哦。啊，我说过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相当的差，再就是一月份，所以大家要把四月份好好的过。拜托，我看到后面的林师还不错哎、欸，很差、啊，我看到哎、欸，为什么我们两个解读会差这么多啊？我昨天看到我的那个头发就像静电一样竖起来啊，我们两个解读差这么多哎、欸，那我们先来讲讲四月份整体的风水啦。好，嗯。因为再回顾的话，我觉得我会生气，我血压又飙高了。很多人有时候会呛我啊，或者在那个网络留言就说啊，日食月食不是自然现象吗？我说啊，没关系啊，你就自然现象就自然现象嘛。它本来就是自然现象啊。对啊，但是它会引发一些状态啊，甚至你看，是说集中在3月25月影半食的地方。嗯，那台湾不可见嘛，可是国外可见的时候就发生什么？船就撞掉大桥啊，这是多么 ridiculous！ 这电影都不有时有的还不敢这样拍嘞，嗯，太夸张了，对不对？然后再来4月8号、9号又要一个日食、日全食哦。我说应该会是在台湾的晚上啦，所以那个时间就不要出去了，不要去吃宵夜，早点回家睡觉，嗯，这样子，嗯。好，然后睡前多喝水，然后尿尿完再去睡觉，这样子，嗯，因为会有影响。那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每次都讲，就是月食后、嗯，日食前，中间的那段期间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嗯，所以会遇到清明节，所以什么清明节火烧山啊，已经还没开始的时候，台中就已经发生了一二十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因为大家会去烧纸钱嘛。嗯，然后会放有的客家或什么会放鞭炮嘛，嗯，哦，那不是只针对族群，各族群都有各族群的一个习俗，嗯，那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个防火的安全，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所以日月食的时候呢，我觉得说，你不一定要把它那么的妖魔化，可是你可以提醒说，嗯，哦，当太阳、地球、月亮三个发生关系的时候，嗯，那也是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如何，嗯，该冲、该停、该缓，嗯，像比方说，其实回顾三月份的部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 ETF 之乱呢。那很多人，我可不可以做？我还是老话一句，是你的闲置资金吗？嗯，你是要打败什么？打败定存我欢迎，嗯，长期持有我欢迎，短期我不欢迎。嗯，好，有人哦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把我房子拿去贷款，拿去买？我天哪，你傻了吗？嗯，你傻了吗？对不对？嗯嗯，所以如果是闲置资金的话，当然要做一些配置啊。那台湾现在有很多的
金融研学院的一些课程出来的一些，像比方说退休理财规划师或什么，其实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或帮你做一些配置。嗯，它的配置包含了一个风险管理，比方说健康险啊、残福险啊、实支实付啊，然后银发族的小额寿险啊，这些其实我都有做。嗯，我不开玩笑，我有40多张保单，35张在缴，然后都要做好，因为我要当领课族，那我就必须要把我的第一个身体要搞好，身体搞好，有时候我有状况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有保险来去支援我，不是靠保险赚钱，是风险管理，嗯，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资金管理，嗯，对不对？再来是你的投资管理，这是你的人生的一个管理学的一个部分，嗯，所以很重要啊，你不能就觉得说依靠别人，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养儿防老这件事情，现在都是养老防儿啊，嗯，真的啊。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不要乱这个外出，对不对？对，然后呢，指标是甲辰年的戊辰月，双辰月，然后再来呢，甲跟戊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天干，甲的话太阳忌是最凶的，戊的话是天机化忌，最麻烦啊。天机化忌是最麻烦的，天机化忌主交通意外、事故。然后空难、海难，然后交通状态，然后呢，因为九紫，然后呢，三弼值年，然后又三弼值月，福迎见福迎，双眼泪淋淋哈，所以呢，等一下，这个它有点小复杂，而且我听到有很多的这个灾难，有点害怕。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居家风水达人李昭颖了。我们要跟昭颖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刚刚讲到天机化忌啊，你说会有很多的空难、船难跟交通的意外，是不是都有机会？有机会，因为它主的就是一个变动的天机，就像陀螺一样，转转转转，快速的移动，然后这个前面都移动的很顺啊，化禄啊、化权啊、化科啊，到化忌就是突然不动了，动不了了。然后动不了是什么样的状况？受伤了，嗯，对不对？或者是出 accident 了，对不对？或是有怎样的状态？嗯，然后呢，他也去会到了前宫受克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坤宫双二，双病符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月的儿童的相关的部分也是没那么好。好，再来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再来就是女性疾病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会它会夹煞到世界各国元首，所以会有重要国家的元首生病、重病离世或被暗杀，对，所以会变成它会造成了一个世界局势的不安，甚至你会觉得还会有战争，那可能就不是现在看的那个，比方说以阿啦，然后俄乌啊，可能还会有，会让你甚至一度错觉是那个 World War III。开打了，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你会心里一个紧张，觉得说啊，第三世界大战要开始了嘛？其实没有，但是居安思危，好，所以你把四月过程怎么样，哈，你今年大概就是怎么样，所以四月份就要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富足，让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让自己跟家人多相处，然后多去帮助你的家人，然后去让感情加温，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然到四月份到十一月份就是很麻烦。四月份的状况，十一月份可能会再来一次。四月份的情况，十一月会再来一次。对，而且会提到。你不是说四月份不好吗？那十一月份又不好了。对，但是两个不好，但最不好会落在五月份。这样变四月、五月、十一都不好。对，所以我说甲年很麻烦啊。甲年是天，是那个天灾跟人祸都有嘛，所以你说这次的食品安全能说是天灾吗？其实不能。人祸，
对啊，人话啊。你看像那个什么，因为苏丹红那个我们有做过节目啊，然后他们记者去采访啊，根本就一条龙啊，就从中国自己进啊。你看，就是台湾的无良商人真的蛮多的，可能上一代还能够坚守，因为他就是大盘商嘛。对啊。所以对于很多的那个中下游，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是无辜的，就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检验嘛。因为检验费实在太贵了。是啊。对啊。那你看你上游无能，还有，当然政府没有去做一个确实的稽查。如果说你今天有犯过案的，我们都会知道说，哎，你这个学生有问题，我们可能留校查看，或列入一个观察名单。像我们学校也会有关怀名单，对，那你那个政府的稽查也没做到啊？现在是怎样？大家都在放假，而且他们那些厂商520还没到，那大家这些隔员都在放假，而且他们为了规避的时候，可能我进来之后，我分成10家子公司，对嘛？可是我跟你讲，这也可以查得出来的。我们以前当记者都查得出来，你这些官员念的书比我们多，你查不出来。他如果你这些官员还有很多的什么科长、什么长、什么长的，你还有很多的那个可以用的。是，然后他而且底下的窗口啊、承办啊那些，对啊，你组长、科长什么这些长是怎么来的？而且像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放公文或者是在做某些往来的时候，哇，我不知道盖三个章要一个月。嗯，就出人命的事情还可以这样拖拖拉拉吗？啊，是怎样？大家都想说这个520之后安全下庄了吗？还想要有什么庆祝行情吗？我个人没有政党的太大偏好，虽然有啦，但是我只会觉得说各党都一样，地方政府你们在做什么？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中央呢？嗯，对啊，那当有中央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呢？那如果只要中央的话，那不需要地方政府啊，全部都中央政府来处理就好了。唉，真的是很那个，就渐渐都是人命。你费用已经叫我了，费用叫我吃药了，费用叫我去吃药了，降血压，降血压。好啦，哎，那我们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天机化忌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什么贪狼呢？贪狼化禄就代表说他会有一些，贪狼就是才艺之星，也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什么星？才艺、啊、应酬。嗯，那他化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最旺，他会跑来跑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四月份的时候他需要去运作一个520之后的一个，比方说阻隔，比方说某一些的一些委员会，某些东西的部分他要去运作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很丑的一些运作啊，这个换下来落选之后变大官啊，哦，谁会被留任啊，谁会被换掉，啊，换掉有没有更好的民间去路啦，没错，然后就是，哦，他们都这样嘛，地方选输了进中央卸任之后到地方就这样，嗯，对啊，所以有本事的人就会去运用他的这个交际手腕嘛，去争取他的机会嘛。没错，那贪阴化权就代表说，其实主权者他在内在已经有了口袋名单或者是一些状态。那比方说费荣可能来跟我官说，那其实我已经想好要给玉芬姐了，所以就会到，这是太阳化权。贪阴化权就是我贪阴化权就是内在的心理活动，我已经建设好了。那什么叫太阳化科呢？当公布的那一刻，等一下，太阴化权，所以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都已经决定好了。内在就是当事者有一个内在秘而不宣的一个东西，然后到了太阳化科要见光死了嘛，费勇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位置已经被运分界拿走了。哦，对嘛？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新闻我都不想看，什么那种黄色的、情色的，然后这个时候爆出来是这样，我不知道啦，这么太多的一个。运作洗新闻啊，然后洗什么啊？那我就觉得说，我宁愿多花点心思啊，哦，去看看一些财报，看看一些这个赚钱的机会。可是我觉得看政治，我还真是看不懂。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网红之乱该管一管了。有一些也他们也不无功劳啊，一些乱象。嗯，对，就是这样。嗯，然后。难道网红就只能插科打诨吗？然后呢，用一些很难笑的东西，然后博大家一笑而已。你不能有社会，不能有社会责任的，或者是呢，能够帮助大家的这样的网红吗？有啦，四叉猫有啦，他就会去盯那个什么高红、各自啊，然后谁啊，对啊，各自喜爱。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居家风水达人李昭颖啊，昭颖老师来谈一谈，因为我们刚刚不管是用什么天机啊，或者是贪狼化禄啊，都来解释到那个政治的那一个部分嘛，哈。是。那其实政治一般人来讲。
讲，当然就跟我一样，就是蛮讨厌的嘛。可是，在生活上面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要有一些交际手腕嘛，我们要有一些深思谋虑嘛。嗯，虽然已经到四月份了哈，那因为这个月的话是双星叠零，那双星叠零的部分代表说很多东西太过，嗯，那太过的时候我们就要和要缓，然后再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慢一点。对，然后第二个部分，你要改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家里弄得亮晶晶。什么叫亮晶晶？墙壁啊、柜子啊、玻璃啊、地板啊这些东西，把它弄得亮晶晶。自己没办法弄的话，就请那个就擦亮一点咯，就那整理干净咯。人家那种什么四小时的班工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嗯嗯哦，对，就是那个四小时或八小时来家里帮你做打扫整理，把自己弄得亮晶晶，然后自己的一些外观也是啊，衣服啊、发型啊，然后一些我是好了，不要讲，讲啊，我是不主张美甲。哦，因为他其实对健康上面来讲的话，觉得就有点可惜美甲。欸，不过讲真的啦，我以前有做过那个就是光疗，女生嘛齁，就去做光疗。不过有一次我讲真的，就是我去医院急诊，有一点急诊有一点状况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夏小姐拜托你啊，这个因为他那时候不知道我是光疗，他就说我必须你的指甲怎么卸不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看你的那个就是指甲。血氧浓度。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这光疗可能要用特殊的那个。他说你们擦指甲油，我这边还可以帮你卸，可是你光疗我没办法帮你卸，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因为它是凝胶，对，然后很多层没办法卸，所以它没有办法能够知道你的那个血氧浓度，对对对，嗯，因为它要从手指头的那个去测这样子，所以各位真的，如果手指头不能测，那再测身体也就大条了，对，那比较快啦，就是你从指甲可以看出来你自己是不是健不健康，所以你看我现在都没有擦指甲。所以你们看修道人的部分，他们就是指甲、脚底或干嘛，甚至佛教他们就是头顶，所以他们会有21个天线接收器去接收宇宙的一些能量啊、磁场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手心、脚心，然后手指甲、脚趾甲的部分都是保持光洁这样子。好，光洁跟亮晶晶，家里要整理干净。是的。哦，好好好。欸，那当然啦，如果四月份其实已经有很多人要准备去追樱花了，海外旅游 OK 吗？会有一些零星的状况，嗯，然后像包含我们觉得最安全的日本好像也没那么安全了。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去那边发出惨案啊。什么惨案？比方说韩国的那个饮食纠纷跟餐厅的纠纷，日本的食品的安全的一个状态。你忍得住不去日本啦、啊、人呢、啊、这么胖了还不自私到节制。我觉得你快忍不住了耶。不会，我会忍住。哦，海外旅游所以状况会比较多一点，自己要想。这个月就真的是唉，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因为你要硬叫我硬讲说好的。我没有印象你讲好的啦，就觉得说我只能说不能了。但是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在年初有讲说上半年多怪风，一般来讲风的部分是秋天跟冬天。嗯，你知道礼拜天多怪啊，只有台风会这样子啊。对啊，很像台风。我要跟费勇说我去买个菜，才前后不到15分钟20分钟，我出来以后我发现好像在刮台风一样。所以我们讲说上半年冷，然后风，然后湿，所以还在跟大家说要多吃四神汤，所以网络就多了，甜的还是咸的？对，我还都可以，都可以。你不是要做、okay ，你不是要做甜的给我吃？我从来没吃过。好，下次。挺好吃的哦。我真的从来长这么大了，挺真的蛮好吃的，真的。我走过半世纪人生都没吃过呢。好。没问题，交给我。欸，那健康等于是说我们就是第一个你有慢性病的。嗯 ,OK, 好，那我原则上就是四个字啦，救急复发。嗯。所以要注意说当你身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去不能不当一回事。嗯。你不能讲说啊之前有发生过啊治好了现在就 OK。不，当你四月份出现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它11月它会再出现一次，而且会更严重。
会出现它 plus 的一个状况，所以四月份的感冒、四月份的肺炎或四月份的这个什么东西，你就要有一个警觉。就像比方我爸妈他们就年纪到了嘛，就会去打那个肺炎链球菌。嗯，对。那大家觉得说 COVID-19 好像现在很多人都不戴口罩或干嘛，其实。不止啊，还有那个流感类，流感那些很可怕。现在我们还有认识的人确诊欸。对啊。对，但是病毒已经都不一样了。对，然后我阿姨就、嗯、我二姨就那个在 ICU 躺了好几天，然后再来负压隔离病房，然后在那个，然后他们一起中的一个也是二确的，然后呢就也没怎样、啊。就二度确诊啊。也是在年轻40出头啊、嗯。然后呢有一天跟他妈说，我有点吸不到气欸，然后送到急诊人就没了啊。对啊，就是这样。所以不要轻忽这些传染病，都觉得说不会怎样。嗯，对。然后你看像今年是这样，前几年心梗，我心梗走掉好多很好朋友欸。嗯，对的。然后像那个还有疫苗的一些副作用的状况，像谢子欣、谢大哥的心肌炎也是很夸张啊。哎呦，嗯，对啊。然后像我是中医调理啦，我老，然后我的四月跟五月都这样。我的老师就说啊，你打疫苗心脏还是有伤到，就这样子、嗯。对啊，好吧，四月五月好，健康稍微留意一下。哎，那有没有？但是会有一些国际情势的紧张哦，所以你们就真的要小心一点这样子。嗯，哎，那吉方凶方呢？吉方原则上是没有啦。我们硬要讲的话，北方，嗯，然后西，然后东北方，嗯，然后没有了。嗯，那也不错，至少有两个地方啊，北跟东北啊。还有西南方，可是西南方这个就不怎么妙，嗯，哦，因为它双火的时候就变成女性有容易有发炎的状态，炎症啊，然后子宫肌瘤啊，子宫内膜增生啊，然后经期不调的问题啊，更年期的症状严重，甚至妇科的一些癌症，对，因为它太过了。嗯，本来是一个火代表说哦很好，嗯，两个火就是炎嘛，嗯，那炎到后面就是癌嘛，就是这样子。 嗯，好，所以该做四月份该做的检查做，然后该调理的饮食上的调理、健康上的调理还有生活上的调理，这都很重要哦。好好好，待会会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灵师我认为很不错啊，我觉得很可怕啊。大家来听听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李兆颖老师来谈一谈这一首灵诗啊。你看这每一个人解读都不太一样欸。嗯，他叫又阳和入户来。嗯，阳和就是阳光暖暖的照进家里来、嗯嗯。是不是呢？对，但是他是最后。嗯，前面要有一个孤军驻扎应屯兵，嗯，一世退神云掩月，嗯，每向求安反见经，嗯，真经百炼费功夫啊。这两句我觉得是不好啦，我自己有感受到，然后我自己很多前四句都不好啊。对对，就前四句我就觉得有疑问呢，因为提到那什么孤军啊，又要怎样了啊？嗯嗯，但后面的我觉得还不错啊。满园天桃尚未开，嗯。东风先放一枝梅，嗯，好，那就是该开的桃还没开啊，然后东风吹过之后呢，就先放着冬天的梅，嗯，对，那虽然霜雪，傲雪凌霜酒，嗯，然后中见阳和入户来，也就是一二三，最后是好的嘛，最后是好，但前面会有一些紧张，比方你看孤军驻。炸硬屯兵，这跟哈两岸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紧张免不了、啊，一直都在紧张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反正我们也不怕，我们神经很大条。我不怕，对啊，嗯、但我怕猪队友。嗯嗯，当都是猪队友的时候，人生不需要敌人。是啊是啊，但我觉得每向求安反见经，对，然后就是白费功夫。云掩月那更可怕、啊。一世退神云掩月，就是我一辈子中的信念，然后什么东西被剥离之后呢？就像我心中的月亮被云盖过，那我要相信什么？
所以你的信念会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嗯，像我就打击很大，像我以前从2001到2015在代课，然后跟大学生的相处，我觉得至少虽然有代沟，然后对他们的想法互动理解，然后去做，我觉得 OK。嗯，可现在大学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生物，那是哪里来的生物？嗯，很可怕哎、欸，我不就对我。对于教学或对于代课我很害怕，嗯，所以为什么他们觉得说、哦、为什么不回到校园去任教，一个是我不想要去追那个升等，然后再来升等之后我又一定会不甘心又叫升等到继续，然后继续之后我就一定不甘心要到退休、嗯、要不然没有退休金啊，然后我的人生就没了哦、我已经六十几岁七十岁，我已经玩不动跑不动很多东西，那不如我现在就也许在经济上面拼不过，但至少比方说我可以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子、嗯嗯、只要礼拜五记得回来录节目就好。对对对对。嗯，哎、欸、那满园天桃尚未开，东风先放一枝梅，就是会有好兆头啊。但是就总之你就觉得不好。 对但是呢它是就是东风就是讯息给你一枝梅花。嗯啊为什么，因为该开的上天上的桃子还没有开。嗯先用梅花糊弄你一下。哈最后虽然哎、欸、对我跟你讲哦、那个桃花跟梅花很多人不会分哦。对呀、啊。对而且有人梅花跟樱花也不会分哦。没错啊。对对。但味道都不一样。对但花型也不味道都不一样。花型也不太一样啦。所以就是说如果。哎、欸、我上次有煮过桃胶对不对，好吃吧。哦、嗯、真那不容易啊。不好煮。不会啦。要煮很久。还好哦，好吧，你什么都会啊。还好好吧，哎，那东风先放一枝梅了，对不对？就表示有好、嗯、好慢慢的嘛，哈。这是骗你的。哎呦，那好吧，那虽然傲雪凌霜久，我已经撑这么久了，我终于看到阳光入户来啦。要撑过去啊。每一个冬天、嗯、我们会觉得冬天对不对，可是大自然为什么要设计冬天？嗯，它就是要太强，嗯，除它就要太弱。流强就是像台风，为什么要有台风，它就是要把一些老的旧的影响新生命或者一些新枝叶新枝芽去发生的一个障碍扫除，把那些老叶全部吹掉，新的叶子才能长出来。嗯，这样子。嗯，那如果是纯粹的大自然来讲，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就是一个大自然运行的状态，可是因为卡了一个人住进来了，嗯，就变成啊，对人有杀伤力，对人有影响力这样子、嗯。你看，像一直在陷落啊，天坑，陷落，然后这样子，嗯，那大家都不想一想我为什么嘛？嗯，哎，等于四月是这样子，五月可能一些麻烦的东西，嗯，是哪一个方面？疾病、天灾、人祸、战争、战争哦，战争、战争，那会不会有象征性的军事恐吓？那绝对躲不了嘛。嗯嗯，对，这已经老梗、嗯。可是怕的就是你觉得他是老梗的时候，他就真来跟你玩一下，真的。嗯，那也很可怕，对不对？嗯，所以到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一下他五月份的整个盘面，然后再来做分析。嗯，嗯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对不对？所以然后打一场持久战，没错。对，还有就是投资要稳健发展，再来就是要考量你的资金持有成本、使用成本哦、嗯，真的。好，对，最近我妈就疯狂的包水饺，她说在家吃比较安全吧，疯狂包给我，疯狂包给我儿子他们吃。我也是一个礼拜吃三天水饺。好，食安的问题很重要哈，提醒大家照顾好自己健康的问题了。谢谢李昭韵老师，谢谢玉芬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